等一下是谁接光远哥？潘敏牧师。潘敏牧师吗？好。有一些人是带着忧郁症，我奉耶稣基督你这个忧郁的灵要离开你，阿们，死亡的灵要离开，阿们，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你现在要离开，继续的祷告，这个教会不是因为过去建商叫做 Promise Day， 这个教会不是因为过去建商叫 Miracle City， 我们持续的要祷告，持续的要经验这个地方是充满 Miracle 的，这个地方是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的应许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要在这里得到一些过去的祝福，我们还要更多的祝福。我们再一次同声的来祷告，你我的生命要被改变，你我的生命要更大的突破，更大的应许，更大的突破，更大的恩膏要在我们的当中被上帝所成就。数到三，我们高喊三次主啊，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一二三。
8月9号的开始，我们连续有40天的为国的祷告。我们不单是为国家祷告，我们也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极大的突破。弟兄姐妹，明天就是第40天，今天是第39天，有多少人在这当中经验恩典的，请你举起手好吗？感谢主，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跟主说，我要突破，我要经验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是可爱的，让我们的生命是卓越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精品的。数到三，就求神再次翻转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1、2、3。主啊，我们就再次的来向你仰望。主啊，求主祝福。祷告的心只要不改变，祷告的心只要更迫切，祷告的时间要花得更多。主啊，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40天，乃是成为我们的习惯，乃是成为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呼求，我们祷告的不够，我们祷告的不迫切。主啊，再一次试炼我们的心肠，让这个教会是充满祷告的，充满神同在的。谢谢耶稣，祝福在你和你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要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越是到后面，越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上帝必要垂听，上帝必要出手搭救。弟兄姐妹，别人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是充满信心、充满意向、充满梦想、充满话语的神儿女。求神让我们越是在当中，我们不说负面的话，我们要说祝福的话，我们要宣告信心的话语。当我们宣告信心话语的时候，上帝就要祝福在这个国家的当中。弟兄姐妹，你期盼这个国家是荣上加荣的国家吗？你期盼这个国家是充满有愿景的国家吗？弟兄姐妹，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的态度，在上帝的面前宣告，宣告这个国家是美好的，宣告这个国家是有竞争力的，宣告这个国家的产业是有美好未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宣告，我们更要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作为。数到三，我们就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不是哪一个执政团队，乃是耶和华要作者为王。阿们。数到三，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1、2、3。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向你仰望。主，我把那充满信心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宣告，宣告这块地图是美善的，宣告这块地图充满祥和的，宣告这块地图充满盼望的。谢谢耶稣，这地的百姓是和睦的，这地的百姓哦，在你面前是大有愿景的。主啊，我们的产业界，我们的创意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我们要继续为着明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来祷告。谁做总统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几年后他都会换过去，但是求神赐给我们最好那个敬畏上帝的领袖执政团队。求神让我们的国家在上帝的命定当中与神同行。别人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大有盼望。我们相信只要上帝祝福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的国家是充满未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即便是现任的总统，我们也要为他来祝福。虽然也许前面做的不一定你都觉得满意，但是因着上帝，他可以在后面越做越好。求神也祝福未来的领袖，也要充满愿景跟盼望，祝福我们的国家，因为有对的领导人带领这个国家航向一个充满美好的未来。我们同声为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即将明年1月份的总统选举，我们同声的来祷告。主，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愿神你自己来祝福在我们当中。也是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开路保守。主，我们就再一次的向你呼求，愿神你祝福我们的团队，祝福的执政总统。主啊，主啊。释放你的
但为台湾祷告，更要为我们的邻近的香港来祷告。求神越是在这段日子当中，格外的要赐福香港的百姓。许多百姓的交通生活都受到许多的影响，香港的百姓很可能没有办法自由的出门买东西，都可能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攻击。求神让那个撕裂的仇恨，那些的暴力的问题，求神让执政团队有智慧，也使百姓知道怎么样面对这里。也求神祝福香港的教会，祝福香港的教会要满有的权柄，宣告上帝的全能，宣告医治，宣告上帝的作为，要翻转香港的局势。好吧，我们同声就为香港来祷告，让香港是充满竞争力的，香港的金融，香港的许多东西要继续在上帝的保守的当中。我们求神祝福，在这个中秋假期的当中，香港的弟兄姐妹，香港的百姓要平安的过节期，没有任何的纷争，没有任何的暴力，没有任何人的受伤。我们同声为着香港，我们同声的祷告，主，我们就再次为这个日子来祷告，求主你自己来伸，愿神灵看顾保守，主，我们向你来呼求，求主你自己来祝福，祝福香港，医治香港。成为领袖，香港教会要成为时代的先知，香港的教会因为在你面前情辞迫切的祷告呼求的缘故，上帝求你垂听，求你医治，让香港充满盼望，充满你荣耀的作为。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明天是中秋佳节，是我们华人很重要的节日，叫月圆人团圆。求神祝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节日当中回去跟家人要有一个最美好相聚的时光。我们明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去金山一起参加这个一起野餐去的活动，有多少人会参加的？哇，还有多少人参加勇士联的？好吧，我们也为着明天的天气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最好的天气，不会下雨，要充满了微风，让每个人在那边的活动，不论是趣味竞赛、烤的卤猪，还有那个勇士联的造访，都是非常有趣、非常平安的。好吧，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跟所爱的家人，要有最愉快的假期。我们同声为着这个中秋佳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主，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谢，祝福在这个假期的当中，充满你荣耀的恩典。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呼求，保守在你儿女们的当中。耶稣，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自己来看顾，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祝福，主啊，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愿你何等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一起的欢乐，让我们在一起的游玩，让我们在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我们真的享受在主里家庭的祝福，保守我们明天许多弟兄姐妹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验你的同在。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为着我们接下来 Party Time 的事工来祷告，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很多的聚会开始在做属灵的认领，为着我们所要祷告的邀请的这些 VIP 来祷告，我们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常常为这些名单，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就分享这些福音卡，为这些人来祷告的缘故，求神在这些人的当中，他们的名字今年年底的时候都要被记在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上帝所爱的宝贝，他们要在这个圣诞佳节的当中得到最宝贝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因此耶稣的降生，这个意义才是对他最重要的圣诞节。弟兄姐妹，我们就为了 Party Night 来祷告，不论你用任何的方法，你就是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跟人分享耶稣的好消息。特别也是要感谢师母在这段时间开了一些福音陪谈的训练，如何做见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我鼓励你
把握这样的机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精兵，受训练，一起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好吧，我们同声就为 Party 带来祷告。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每一个人都可以邀请提名你的周围的邻居。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 Party 带所邀请的 VIP 主啊青年都要遇见你，都要得着恩典，甚至要得着翻转。他们要在这身体健康上、情感上面、财务的当中。再次的仰望你，谢谢耶稣，让我们做你复活得胜的见证人，阿门。